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哦，大早上，现在差不多4点多5点吧。然后这个坑，这几天我连续过来打了饵料，连续打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吧。这个坑要地利，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抽的。那差不多有个400-500平吧。啊，深度这个坑深度很深，今天早上就过来给他试一下，放了那个好几天饵料了，今天过来给他试一下。机器准备好了，开盘。哇，这边，看，哎，大鱼没肉，哇，这边够大。哎，空壳的海里螺，哇，那边怎么在打球啊？看，哇，这个大货，哇，哇，这个大货，看，哇，哇。我发财了，发财了，这坑不贵呀、啊！抓不住，最起码有10-20斤。应该是有的，我先给他做起来。哦，哇、哦，一条直接爆出呢。我们继续掌握，继续掌握。哇，这个9码鱼网放在这边，给他展演一下。哦，太给力了。哦，这个坑放在坑里面，坑都满了。抓下去，继续掌握。哎，刚才来就鱼货，哎，在海里头。哦，鱼肉，做了做了，可以。哇、哦，这边还有一条。哎，这，哎，今天这脚的我们有吧？那干脆不要了吧，给它放在，下去，放到底下去，久都不做。哎，这石头蟹可以，感觉个头不大，要不要给它抓出来？哇、哦，好几只啊，吓人了、啊，感觉个头不大，那就不要它了。旁边的，哇、哦，那边，哇、哦，又一条，哇，可以啊，来，哇，又一条，公鼓啊，这是母女俩还是父女俩？哇，这什么？哎，这个鱼肉，鱼肉的可以可以，走走。哇，十几股啊，那么大，可以可以。哇，这个坑啊，哎，进去一个接一个，这么大的十几股，走了走了。底槽坑就是爽。哇，这底下有点怕，刚才在外面打那个花旗马很多，嚯、哦，又一条。我被炸！哎，哎，哦，还钓还钓，可以抓了，不要炸我炸我！看石头蟹，哇，哦，石头蟹，哇、哦，看这条这么大鱼，等一下，我石头也给它盘起来，哦，等一下，我刚才发现一条这么大鱼，抓了一下跑过去，不过，到哪里去？哦，在这边。哦，嘿，嘿，跑来跑去，脚一窄，我以为是大鱼，那就不要它了。这石头先给它盘了再做。能盘的给它盘了，不能盘的我哇，石头蟹，哇，这个个头一下脸是可以可以，哇，可以可以，哎，跑，别跑别跑，哇，这个头好飞呀、啊，哦，你好飞呀、啊，哈，别夹我。我下，别夹我！哦，看，我、哦、直接钳子给它夹掉，中了中了！哇，这下完了，哎，十几股，
又没有，直接给他反身了。多啊，看你，哇，这边，哎，我刚才明明看到一个什么东西，抓了过去，找到，挪挪挪，来，我赶紧，那底下去，盘石头比较舒服，一定要转。这大石头必须给他换过来，石头屑这么多，不换对不起。哇，看，这花心满，哇，今天这边花心满好多，这么大的。太久了，我们就不要吧，直接给他放正。他这个确认不怕，就直接不抓了。我这底下又躲着石头线，这石头必须都给他盘过。哦，哇，一群啊！看，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哦，都是漂亮鱼啊！哇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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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哦。啊！我抓到石头蟹！啊！哇哇，这里面什么情况？都是石头蟹！那里一下，这里哦，又是石头蟹！哇，鱼群啊，真的是鱼群！看这个漂亮鱼，这种我们就不抓了吧，直接给它放在这边。哇，石头蟹！你夹我，你还夹我！哎、啊，这是可以，对我扔得来的可以。来来来，我旁边再找一下。哇，太刺激了！这个坑真的很刺激，我太喜欢了！哇！又发现一条大货，哇，哎，哇，这里面石头蟹神哉，我真的有点怕，黑雕黑雕，中了中了，一下钻雕，我这是一下钻雕，不止黑雕，哇，经常被游大，这大石头必须给它换过来，哇，石头蟹那么大的，可以呀，中了中了。哎，哇哇，这估计这是连母女在这边，那我们就不抓了吧，给它放正吧。哎，再抓，感觉不好。那赶紧跑了，下面追过来了。我等下掉到上面去，还要拖差不多一个小时，快点跑。哇、哦，看见今天收获，哇，今天收获，反正自己棍挺多的，然后。两只黑雕，哇，这两只红鱼，哇，红鱼超大鱼王，巨无霸鱼王，哇，这个坑死了，看一下，呜，厉不厉害？这，呜，给不给力？超大，哇，真的刚开始以来抓到的最大的一条巨大鱼王，这个我连续打了几天饵料，不过那个都是交易员拿起去打那种市场上面买的那种便宜的，那一斤一两块的。给他连续打，我打了七天，这差不多一个500斤吧，很不错了。中午这一次差不多自己20斤应该是有了，很不错了。那赶紧拿去卖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大全的帮忙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